Hello， 咁啊，欢迎咧大家翻到嚟啊！今日国际大棋局星期日，咁啊，今日咧系多啲时间啦，周日，咁啊，所以咧喺讲完诶新闻评论之后咧，我都会录一段咧系我自己啊一啲系一啲关于我个人嘅心路历程啦，而家面对疾病嘅一啲感觉啦，同埋系讲一讲系回应有啲听众咧，譬如都一直以嚟嘅提问啦，唔止系对我啊。佢哋好多系讲自己同屋企人嘅关系嗰啲，其实大家面对问题咧，我都面对到啊。咁我系会以一个你当系听个朋友仔嘅方式啦，去讲讲我自己面对嘅情况，同埋究竟啊点解我好少去讲咧？我系有原因嘅。咁啊我会将呢一节咧当系闲谈啦，咁摆喺呢个新闻后面啦。咁希望大家都有时间可以听一听啦。咁亦都喺度咧，首先同大家抱歉啊。因为我的声音呢即是我最近病紧啊，所以我把声呢其实就唔系咁好啊。咁呢样嘢呢我系尽量系食啲开声药呢去尽量讲嘢啊。咁希望大家系即系呢排啲声差啲呢大家见谅啦。咁今日周日返嚟呢有件事一定要讲咗先。咁事完呢其实亦都有啲听众呢可以提及到啊。其实呢即系香港呢你见到啊有条鲸鱼呢就误入咗个海域度。咁於是呢佢揾唔到个方向。咁结果呢就有好多嘅商家佬呢就嗰啲渔民呢佢係组织嗰啲叫观鲸船。跟住呢其实係会搞到呢个鲸鱼係好唔舒服㗎。咁去有一啲动保团体啦有啲动物医生出嚟呢就话不如咁啦大家放过条鲸鱼啦如果唔係呢条鲸鱼呢就会出问题。咁喺呢度呢因为我自己呢即係对海洋生物呢其实我是有兴趣的。我一直都是有研究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譬如讲讲有些鲸鱼呢好像一些大条的蓝鲸啊座头鲸啊抹香鲸啊。你会见到它的头上面呢黐住好多啲贝壳啊那些叫藤壶啊。其实我研究这些动物呢是我一得闲呢就会看相关的书籍。同埋我会即是叫做自己啦去看啊这动物的构成是怎样呢例如有啲小朋友佢有问过个问题如果俾嗰啲好大条嘅鲸鱼佢係靠即係食嗰啲鱼仔呀、去食一啲好细嘅例如最大条嘅鲸鱼佢係食一啲南极北极好细嘅虾仔佢係食呢嘢㗎嘛。咁如果你人唔小心俾佢吞咗咁会点呢咁、那个情况话俾你知其实佢喉咙呢佢咁大条鲸鱼係同个篮球差唔多㗎咋。你要过佢嘅食道呢你正常一个成年人你过唔到啊。所以就算佢吞咗你呢你等佢抹返开个口啊你就可以出返嚟。同埋嗰啲鲸鱼呢佢冇攻击性啊。咁所以大家见到啊条鲸鱼抹大个口我食嘢好得意喎。其实点解佢会流落咗去香港呢点解佢会入咗你个海域呢原因好简单。因为其实呢啲动物呢佢喺水底入面呢要辨别方向呢佢係要靠呢个声波嚟到去辨别方向。但係我哋现代人类你嘅噪音污染呢太过犀利。佢喺海底收到好多唔同嘅声波。嗰啲声波呢其实对动物係好大嘅影响。点解我咁注意呢啲嘢因为其实呢我喺天堂嘅妹妹呢佢生前係一个好鍾意保育嗰啲海洋生物嘅人嚟。佢最鍾意係鲨鱼。咁我嚟计呢其实呢我因为佢呢我留意多咗好多海洋动物嘅嘢。你而家嗰个人类呀嘅船隻啦造成嗰个海底嘅声浪破坏呢你令到好多动物例如海豚鲸鱼佢哋会辨别唔到方向佢哋会搁浅佢哋会去咗啲佢哋唔知边度地方。有大量嘅杀人鲸佢个名叫杀人鲸啫其实佢系海豚科嚟嘅佢对人好友善嘅佢哋会唔食嘢会反肚新出世嘅 BB, 会好易夭折好易过身。跟住另外佢哋会系喺海底俾啲噪音震到内出血。佢哋会系
做一啲佢哋原先唔会有嘅行为，甚至乎去做一啲类似自杀嘅行为。大家要清楚，其实呢个地球咧，唔系净系我哋啊，仲有其他嘅动物，有其他嘅生物喺度。所以有时咧，如果系面对呢啲情况，好似上年，你会见到啊，无端你又翻车鱼，无端端吓入咗去一条河道咁样，乜嘢生物都有机会咧，系会荡失路嘅。其实以往咧，如果你欧洲咧，一啲嘅船民啦，一啲渔民啦，佢哋会做嘅，只系谂办法点样引导翻个鲸鱼出去，佢哋唔会去太过打搅啊，拍打佢啊。唔会啊，同埋即系香港咧，系冇呢个观鲸船嘅业务啊，不嬲都冇啊。如果外国啊，多鲸鱼啊嗰啲咧，人哋观鲸系一个距离，唔会系突然之间咁近去做。同埋就算佢性格温顺都好，你去观鲸船嗰啲鲸鱼，可能佢已经不止一代啊，佢知道啲人会嚟睇佢啊，哦，啲人会过嚟摸下佢啊。你唔同完全冇呢样嘢嘅地方，所以其实即系希望大家听我讲一讲，不论你喺陆地，你喺海洋见到啲野生动物嘅，好靓啊，保持个距离，唔好吓亲佢。如果唔系，好可能咧，你会损失咗一条生命嘅。即系好似以前有啲人话，我哋要揾中华白海豚，粉色啊。中华白海豚好靓，好得意，我认同，我知道，因为我都见过海豚。但系咧，有时啲嘢咧，如果大家唔再去尽一分力，所有嘢都系以商业行先，好快，系真系好快。呢、这个地球上面咧，有六至七成嘅生物咧会灭绝咗啊！第日啲小朋友要识啲嘢咧。只可以透过图书，透过佢嘅长辈爸爸妈妈同佢讲，以前我哋有鲸鱼啊，鲸鱼系一件乜嘢嘢嚟嘅？佢有几大条，有几震撼啊？海豚有几好啊？几黐人呢？你同佢哋玩系几开心啊？佢哋冇个概念啊，因为佢见唔到啊，已经。即系呢样嘢呢，听众们呢系不止一位同我讲啊。问我对呢个鲸鱼喺香港各自嘅睇法，呢、这个我睇法嚟。好啦，咁今日咧把声咧食咗药都好啦，唔系咁理想啊。咁希望大家咧唔好介意啊。咁今日翻嚟咧，最主要啊，我哋要讲翻样嘢。呢、这个话题咧系好贴近嘅时间，大家睇下样嘢咧。其实而家咧中国对外嘅外交关系咧，唔可以话用差嚟形容。是好差。你见到而家英国呢嘅态度呢完全好强硬。唔系一般地强硬。呢、这个情况系不容忽视。佢直情系已经系以书面嘅方式去对中国对而家嘅港府提出不满。所以呢呢件事会发展到点呢喺以前古代呢当发出呢正式外交不满嘅文件呢引申落嚟嘅就系战争，咁你会话啦，喂，而家现代，我哋香港、中国咁强大，你英国佬啊，都过晒你辉煌时期啦，系咪啊？日不落帝国冇咗啦，喂，佢点敢喐我啊？咁样，佢唔敢喐你咧，或者乜嘢？可能佢一个人唔喐你啊，佢身边有好多朋友啊。有五眼联盟嘅呢、这个世界最恐怖就系，当你睇低你嘅对手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如果一班人同你反面，系好大镬嘅事。所以其实嗱，真系好紧急呢件事。而家英国嘅态度咧，有两件事好不满啊。第一，当你香港发出呢个正式警告，唔好意思啊。要去捉一啲人嘅时候，佢会觉得你呢个问题咧系过咗火啊！正如前日啦，谢伟俊律师啦都话啦，你而家有啲嘢做得太过分啊嘛，过晒火位啊嘛，
而你冇谂过过晒火位个问题，你净系谂住以一个口号式去讲，喂香港、哦，咁啊，梗系最紧要点啊？国安咯，地区安宁咯，唔系啊，其实系咪有啲嘢？正如你可唔可以好似我咁样？你后生时候唔好唔讲道理，好恶，有啲乜嘢都系啊，靠恶你要打横行嘅。咁系咪代表啱嘅咧？唔系啊！你哋可唔可以用一个态度缓和啲去处理一下？唔好样嘢都系外交战狼方式，话人哋干涉你内政，永远三句唔系两句，强烈反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呢一套行唔通噶。你一个英国，你觉得佢点差都好啊？讲真，香港人你又话偏心啊？佢系宗主国，有乜七以前？咁我澳门人嚟嘅，我系有感情，我都对葡萄牙嘅感情啲啦。英国关我咩事啊？但系一样嘢，你睇下，其实佢可以提供好多军备俾乌克兰嘅。嗰啲军备咧唔系太过落后啊，甚至乎系好先进啊。例如升降系统啊，系咪啊？导弹系统啊，好先进嘅。佢啊，就算冇能力去同你正面冲突，佢可唔可以喺中间煽风点火呢？做好多嘢令到全世界同你反面，佢可以啊！英国人玩政治手段呢系最叻嘅。如果唔系啊，我唔会同你讲啊。呢、这个世界最劲嘅系咩啊？外交部系咩啊？军情五处六处攞情报嗰啲，我根本就冇讲到美国嗰扎，我系讲英国嗰扎劲啲嘅。呢个系事实。其实咧，英国咧，佢哋好识咧去玩呢啲手段嘅。佢哋会用一啲行政手段啦，用一个咧好有礼仪方式啊，跟住开你波。佢开你波咧嘅方法咧，其实同美国好近似，打击你经济，打击你资讯，打击埋你嘅人心啊。嗱，而家咧英国喂，大家都博财噶啦，大家冇钱啦。英国都系啊，曾伟成系讲咗啊，要再加税，跟住咧要再点样，但系佢唔谂住喺自己本来嘅国库、本来嘅财富入面去攞嚿钱出嚟，结果系点啊？佢一方面佢要令到呢啲人咧系冇信心，佢亦都知道有可能有更加多嘅香港人系要走去英国嘅，咁所以佢就即刻咧要加税啊！而家你过英国呢，嚟緊呢，如果係跟佢嗰套呢，你起码我唔讲你其他住肉啊食饭乜都唔使，你都有几十万。喂，譬如我身上面我有100万，我而家移民去英国，政府收我哋几十万先。其实个情况呢，喂，佢唔会话都係直情免费啊，逢系香港人过嚟佢唔会咁做。咁倒返转佢提高佢门槛。因为佢知道你香港人有嘅就系钱，作多你一笔咯。另一方面，佢会从资讯打击啦、科技啦各样嘢去抵制我哋嘅，好快嘅事。你见到佢态度咧，其实咧而家系争最后一样嘢，会唔会撤销香港嘅位置？金融、货运，佢撤销呢样嘢咧，好大镬噶。如果你香港唔系一个自由港，你已经比盐田、上海嗰啲抢咗咁多生意嘅，你冇运行嘅。香港冇咗物流业咧系瓜得噶，冇咗物流业咧，一石激起千重浪，你其他行业都更加弊嘅。第二，大家谂清楚，而家英国嘅态度，喂，你觉得佢好强硬，但佢仲未去同你有任何军事冲突，但系唔代表佢哋对你嘅态度咧系得把口讲嘅，唔系嘅。嗰种嘅所谓嘅对立面呢係出自内心的。你见到呢好多你觉得好少嘅事，譬如有中国人唔闯入去呢、這个行政大楼，去咗议会，跟住呢你觉得佢哋小题大做，乜嘢你都觉得佢係挑住你去别有用心打击你内政。其实呢嗰方面呢，佢唔系淨係口嘴炮咁简单，唔系口讲啊，
即系我哋出嚟咧，讲得俗啲，佢唔系屌完就算。你会知道佢每一句系闹你嘅说话，其实佢做俾全世界睇，包括佢身边啲盟友、啲兄弟。留意一下各个国家之间咧嘅配合咧，有啲唔寻常。加拿大咧而家系放晒风啊，降低个移民门槛，佢哋准备大量吸收香港人。因为点解咧？其实加拿大政府咧唔系蠢嘅，佢哋会知道香港人咧一直有嘅，除咗钱之外，佢哋嘅技能啦，佢哋生存能力啦，咁甚至乎佢哋放低咗成见，你唔系欧洲人唔紧要啊，照过嚟啦。根本你英国或者法国都好，你睇下，其实入面嘅种族啊都好多噶，你有好多啊，即系讲紧系印度裔啦，唔同嘅界别嘅人啦，甚至乎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好多难民啦。其实佢哋本身咧，而家呢个地球呢个世界咧，啲人系沟到好乱，用人为财啊嘛，才干嘅才，钱财嘅财，呢个系好严重嘅问题。当人哋其他国家咧，佢哋开始系互相配合配套，准备争人嘅时候咧，你仲要系同人去，即系叫做话系有一对抗嘅，你一定要谂办法。留低真正有价值有质素嘅，好紧要啊！人嘅质素、人嘅价值，唔系一时三刻培育出嚟，唔会，正如我啊，我点会同你讲？我细个读完小学，我识出嚟做赌场啊，我点会识起一栋酒店啊？我点会识出嚟倾 project 啊？我点会识贵金属啊、黄金白银嘅嘢啊？全部都系我生命累积翻嚟，系咪先？人嚟街嘅学习完，对呢个世界有一个概念，对呢个世界有一个意志，对呢个世界有一啲自己睇法，亦都可以产生到啲价值出嚟。无论系工作啦、合作上啦，其实佢本身去到咁嘅地步咧，系好有价值噶。唔通大家同系三十岁人，喺厂度揼螺丝啊，揼足15年。同你香港嘅人接触呢个世界、国际社会、花花世界15年，系两个唔同嘅情况嚟。你一定要知道人民嘅质素嘅，系决定你个国家兴盛嘅关键，唔系而家嘅事。大家睇一睇，打开你历史书，中国咁多年嚟咁多个朝代，欧洲咁多年嚟咁多个朝代，发生咗咁多嘅事。包括大家好清楚啊，乜嘢啊？一啲譬如中国啦，一啲嘅革命啦，一啲事件啦，外国嚟计，又系一啲文艺复兴啦，一啲嘅大事啦，宫廷啊，同埋入面一啲 United 联合国发生嘅斗争啦，包括瑞士点样去形成啦？点解塞尔维亚咁多年嚟系冇俾人攻陷到呢？其实佢入面咧有好多嘢咧，你要清楚。除咗政府嘅好叻，有啲将军好叻，打仗好叻，最紧要系班人，好似嗰班瑞士佬啊。系啊，佢有钱啊，佢仲有骨气添。嗱，呢样嘢好紧要啊。所以其实而家咧，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去攻城略地咧，去攻破人心系第一噶。而家英国做嘅事咧，一做俾佢嘅朋友睇，二做俾啲人睇啊。所以当你发觉越嚟越多网上 KOL 同你讲移民啊、走啦、啊、乜嘢啊，其实每一刻每一个都系佢嘅 promoter， 都帮我宣传紧嘅。如果你呢个时候你仲更加变本加厉咧，用一个苛政，用一个铁腕手段去惩罚啲人咧。去到最尾，你会将啲人逼到咧，佢冇钱都问亲戚借钱买机票逃离，咁就大镬啦。嗱，香港世界金融中心、世界运输业中心冇咗个地位，只可以系衰落，唔可以系死亡。如果嚟紧香港嘅货运业俾人抵制，去到最尾，各类型嘅嘢俾人抵制，甚至乎有一日
最唔想发生嘅事，港纸同美金脱欧，扑街啦！你会彻底失去所有。同埋其实咧，有时做人咧要公平啲啊。英国揸住同你讲啊，中英联合声明咧，你去有唔着嘅地方，你就话嗰啲系历史文件，你唔承认，你话啲鬼佬攞嘢嚟讲。但系人哋咁样讲嘅时候，你咪要谂下咧，佢点解佢要正式以一个政府部门正规方式嚟讲呢件事？有时呢个世界咧，你要知道，唔系话海牙法庭就系包青天，可以系身边每个国家都系包青天，一齐同你审啊！呢、这个世界最恐怖呢，我唔妥你唔紧要，我令到全世界都唔妥你啊！呢、这个威力好大啊！所以点解我哋讲阿秦刚嗰件事，你去做外交政策时候呢，一定要有呢一啲嘅韦小宝出嚟呢缓和啊！如果唔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情况，你可以同一个好细嘅地方一个国家去开拖。你可唔可以同成个欧洲五眼联盟你要作战唔得噶，美国都唔得啦，系咪啊？去到最尾，咪大家揿掣咯，一把支核弹咯，炸沉个地球，佢同归于尽咯。但你做嘢唔需要下下谂到咁绝噶嘛。其实有时老实讲啊，人系双向啊，你对人恶，你对人凶，你唔讲道理。人哋咪以一个稍微讲道理方式，稍微有铺垫嘅形式去对付你咯。你试下真系放低一啲嘅过度嘅武装，包括系实际同埋心灵嘅上面嘅，试下缓和少少，沟通下。其实而家呢个时势咧，包括我都讲咗，其实好多听众都有讲佢哋经济问题。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澳门土生嘅人、本地人，你问佢哋政治系咪好紧要呢？其实而家呢个时代唔系噶啦，留低喺度香港人都唔系觉得政治最紧要，最紧要系佢可以留得低，可以过到人世。咁啊，今次咧我唔讲太长啦，咁我下次翻嚟会讲一讲香港有两件事，我觉得系即系。在这个时代要值得出来跟大家讲讲的。那么再一次跟大家道歉，因为我把声我知道是很差，希望大家原谅我好不好，还有希望大家可以的话支持我多一点。那么我们下次回来。